已经离开中央路线，我离了一步。哎，这对父子真是不让人伤心。为何大哥会突然想在黄昏飞落命？真是单纯心血来潮。不管如何，我仍该为将来风波留条油。十三爷，情况不对。谁？大爷，大爷进入东阳废墟了。阴司阁上，一双金门以坚固的步伐踏上。技术，老爷一辈恢复不上有限，快去吧。是。无险，且问无上秀杀，可在归西之内？不行，贤明不足挂气，来高贵时只为损人，还请各地保重，圣说在哪里？我无一时咯，只想遥遥守在心，老头想一边，无多不是。我不容易礼貌一回，无想讲垃圾话，偏偏被我破解，真不怕我一粒撇文。喂，你，我表一根筋，人啊，你可得保重姓啥的血路。